天看老师，东一东二，大家好。我是编号第三十号，今仔日我是要朗读的是第三篇，另外一个阿嬷，四兄弟。阮阿嬷已经有岁啊，我是大庄卡。因为庄卡有土地里，有上土情，生活自由自在。不过阿爸看伊是庄卡家己煮食，他手却袂免了，而且才来市内和阮做伙住。心头啊，伊感觉自家闲闲闲，毋知要创啥，无聊到廿七八休假。一直差你转去。有一次彼摆的午时，阿爸就带阮去附近公园，行行踅踅。公园内底有人在行棋，有人在拍太极拳，这都是阿嬷上爱的。就安尼，阿嬷有所在通行，就袂搁差你转去庄卡。阿华，阿妈要去公园，逐礼拜早起，阿妈拢会招我去，去和人运动，看人行棋，也是甲人拍斗，抓着我的海青手，自由浪，有时嘛和囡仔伴走相约。迄个公园绕得滚滚，足新鲜，无偌久。阿嬷就我趁下卡去行八叶地石仔铺的健康步道，我就把裤卡提起来，布鞋脱下来换伫手。阿嬷煞讲，鞋仔脱下较好行咯，身头白日，无人用偷睇啦。不过这双鞋仔是新买的呢，若准拍唔见，我也足唔甘。所以我就把鞋带啊做伙，还点点架头。我才踏到健康步道，虽听着哀哀叫，不过阿嬷拢无见海叫。我就好奇甲看，就煞讲，今仔有啥物奇怪？真卡人卡皮本地甲高，就是运动力有卡。阿嬷无我一步一步稳稳啊行，才行无外久，方向一个无熟悉的阿婆惊我来，把我的布鞋抢来就走。我拄就要入去，阿嬷煞把我揪来讲，袂使入，你若入，迄个阿婆会换倒。我真焦急，嘛感觉无道理。呾久啊，有一个阿叔。半行半走，对着阿伯的后壁喊讲：“阿母，豆豆行，唔通走。”但起来阿伯停下来，因行来过来面头前讲：“是的啦，我阿母的精神无偌好，有一点仔失智，子孙去收水无回来，伊也跟一双鞋仔是伊的，而且无讲无答。”就手在走，歹势啦！看迄个阿嬷，目睭无神无神，